第二次的 bridge 来一次吗？要等四排吗？对，看见弟弟容颜。一二一二，然后弟弟容颜。好，一二一二 ，OK， 整个第二个。好。眼未看见，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眼未看见。我这个麦是没有声音的，但没关系，没关系，有线是好像小声一点，没关系。再来一遍。来。没看见，何未听见，可不能够看见你的容颜。我们欢迎。没问题。等等等会儿，就这样。其实一二三四就好了。四项。我看见你的容颜，一二三四，我这个必须唱出来啊，不然 OK， 来，看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
顺服，生命在十架上，谦卑地举望，荣耀地举望，我的意志因你变成无尽恩典，我心感恩，是加你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穿上公义洁白衣裳，是加你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是加你爱，谦卑地君王，荣耀地君王，你甘心卑微顺服，舍命在十架上，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我的意志因你变成无尽恩典，我心感恩，是加你爱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穿上公义洁白衣裳，是加你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是加你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穿上公义洁白衣裳，是加你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是加你爱，是我忘了十架的爱了。哦，应该再有一个十架的爱，对，在这边。Oh, OK， 我们是君，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十架的爱。对，这一句没有的。有啊。有，我怎么忘记？我们当时没练，不是这样练的。是吗？你这个是跟你29号混了吧？你做的。对不起，那就。哎，哎，我改了。哦，没有没有没有，那就。那你要这样吗？也可以啊。不要这样了，那就死下来啊！再回吗？那不回了，不回了。对呀、啊。不回了，不回了。这句又到头上了。这句改成死下的爱。就是不等奇妙。
哦，应该是单我重会。十架的爱就可能不用再回扣打了，因为十架的爱就是一个完美的句号，就直接唱，就直接这边最后就唱到十架的爱就停了。好了啊，就这样。两个感叹号。带我重回对天父怀抱。对，我们之间歌唱，然后没有了。哦，好嘞。对，就这样。等于说我们刚才唱完了。啊，是的。啊，完了啊，对。来，我们回应吧。站过来一定可以。对，命运渐渐成长，违抗主赐下的力量，只愿生徒各尽其职，为建立基督身体，来吧心竭力，凡事用爱心为根基，照着各信徒的恩赐，每一天我们一起向前行，梦想你和我经历尽心成神，为建筑你家使它更丰盛，天天灌溉才能承受见证，一起成长为基督做见证。灵命渐渐增长，尽其职，为建立基督身体，来吧同心竭力，凡事用爱心为根基，照着各信徒的恩赐，我每天我们一起向前行，将你和我心里尽心成神，为建筑你家使它更丰盛，天天灌溉才能承受见证，一起成长为基督做见证，梦将你和我心里尽心成神，为建筑你家使它更丰盛，天天灌溉才能承受见证，一起成长为基督做见证，天天灌溉才能承受见证，一起成长为基督做见证。好的，就这样，我们祷告吧。
Hello.
Hello， 大家早安。很感恩我们又到周天，我们能够一起来到神的殿中，我们一起去敬拜他。我邀请大家站立，我们先有一个一起祷告的时间。我们低头祷告。神啊，真的是诸天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神，你是那一位创造万有的神，全地也都应当向你敬拜欢呼，歌颂你名的荣耀。你同时也是那一位是平安意念的神，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愿意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做回了挽回的祭，让我们得以和与你和好，也因此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存活。从岁首到年终，你都看顾着我们，使我们把一切的赞美都献于你，因为你是配得的。也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悦纳我们所献上的敬拜。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让我们一起来去敬拜我们这一位愿意为我们献上一切的神。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再一次，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这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面。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这地，眼未看见，耳未听。
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是的，主，你是那一位为我们愿意来到地上的君王，你是那一位愿意为我们成就这一份救赎的君王。我们继续去敬拜这一位谦卑的君王。
穿上公义洁白衣裳，释迦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释迦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穿上公义洁白衣裳，释迦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释迦的爱。愿意把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大家请坐。现在到了我们奉献的时间，奉献是为基督徒而设，也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应尽的责任还有义务，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做电子转账的奉献，那么我们也会传奉献袋，如果还没有信主或者不明白奉献意义的话，请传下去就好。我们在传奉献袋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唱生命圣诗446首，感谢神。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主常荫庇，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萧索秋景，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赐我安宁，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为蒙垂听，感谢神度过了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我苦与乐，感谢神绝望的味，感谢神无比的慈爱，感谢神无限恩惠。我们一起低头为奉献祷告。我们全能的父，永在的神，我们都一起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天父啊，今天是2023年的第一天，也是我们今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都相信大家都有昨晚都有庆祝，我们不知道都有没有回想反思来过去一年你对我们的保守和带领。我们过去的一年虽然有很多事情发生，还有继续的疫情，还有战争，还有我们生活上生活成本的增加，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但是天父你给我们的供给我们知道都从来没有缺乏，我们都求你真的是在新的一年里面能让我们继续有一颗奉献的心，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赚取钱财的能力都是从你而来的，求你都让我们继续愿意去奉献，无论环境如何。天父，我们也都在这里为世界上其他的事情向你祷告。我们都在这里，我们都首先都为中国的疫情祷告。我们都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中国取消限制之后，真的是有很多的民众都有感染，而且我们也知道医疗系统也真的是超负荷运转，药物也有短缺，真的是在中国都有很多事情每天都在发生。神啊，我们真的是求你都可以在这个特殊的时候都可以给中国的领导人都可以给他们有聪明智慧去合理的去调配好疫情当中的这些情况。真的是求你都保守中国的民众可以尽快的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真的是求你都与他们同在。我们也知道最近在美国有一个暴雪，真的是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有很多成千上万的人都有断电，而且还有很多的人都因为暴雪失踪或者死亡。天父啊，我们真的是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明白在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但是我们都求你在这个当中都可以带领，都可以保守，也都可以在这些带领这些去搜救去救援的人们都可以给他们能力去做。我们也真的是求你可以让这种极端的天气可以尽快的过去，让人们的生活可以恢复正常。我们也都知道在圣诞期间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会有出去度假，都感谢你给他们每个人都有放松的时间，也真的是求你在他们休假的时候也都和你可以和你有一个好的关系，也都保守他们的旅途的平安的归来。我们最后也为了我们知道教会我们有新的主任牧师John McKindle， 都感谢你把他带到我们教会，他将在二月初即将上任他也开始牧养我们的教会。神啊，真的是一个牧师来到一个新的教会真的是很不容易，当中有很多需要去适应的，我们真的是求你真的是给他聪明，给他智慧，可以尽快的去适应我们的教会，也可以接着John牧师，真的是让他可以把 CBC 带领成一个神你所想让我们成为的一个群体。以上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号祈求，阿们。现在到了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来自于约书亚记3:1-14。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示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3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立位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希未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1人。等到抬普天下
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城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以上是神的话。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刘新玉传道，主题是迷雾中的道路。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真的是很感恩可以在新的一年里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也能够真的是在这里崇拜，在这里相聚，这样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我们的谢谢你赐给你宝贵的话语，也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借着你的话语走我们当行的道路。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都完全仰望和交托，也祈求你带领和祝福我们，也让我们无论是听的和讲的都同得造就。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OK， 我们新的一年来了哈，然后其实是我们会发现我们经常会做一些事情我们来庆祝新年的到来。我想问一下昨天晚上谁有看烟花，就是不管是你去到现场也好通过电视也好，你们谁有看坚持到凌晨看了烟花的举下手可以吗？有多少？哎，挺好，真的还挺多的比我想象的要多真的是我们每一年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去庆祝，因为这往往代表着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开始。然后我们也常常会在这样的一个新年的时候呢，我们下定决心要去在这个时间去达成某一些的目标，或者你要去做成某一件事情。哎，可能我们真的想，我在新的一年里，我要去找到一个工作，一个新的工作，或者说，哎，我想要换一个工作的领域，我甚至想要换行，对吧？哎，有时候我们想，哎，我们要把 PTE 或者什么 CPA 这些东西等等考试，我们去考过，或者我们从头到尾要把圣经去读一遍。或者是我在新的一年中我要减肥10公斤等等等等，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哈，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这些事情呢，我们会发现真的都会给我们带来诸多的好处，但是没有一件事其实是容易达成的，我们需要很长时间的为之付出。哎，当中有一些事情呢，我们持之以恒去努力真的就能够达成，能够去做成了。但有一些事情呢，好像我们努力去做了也不一定和我们期望的一样，因为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在我们掌握当中，对吧？神也在这个当中。哎，但是呢，更多的一些情况是我们原本在年初的时候设下这样的一个清晰的目标，哎，但是却在未来这样努力过程当中遇到很多不确定的事情，或者有很多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放弃，或者就不了了之了。到了年中间的时候，可能我们都忘记了我们年底给自己设的一些目标是什么。其实我们经常去在碰见这种看不清这种有很多很多不确定的因素的时候，那种有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放弃了我们的目标。在我们看不清楚未来只是凭着感觉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打转，然后我们会发现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自己真的错过了很多美美好的事情，然后自己的状况其实有时候也真的是在原地踏步，没有变得更好。有时候我们去真的是去在好像在年头一直在设目标，过了那么多年好像也没几个达成。有时候我们这种挫败感和失望感甚至让我们都不再想要去尝试去做那些好像有一点点的难度却对我们非常有益的事情。那么我们应该去怎么做呢？在新的一年我们怎么样去对待那些原本是对我们好的我们想要做的却又难以做成的事情呢？哎，在约书亚记的3章以色列人他们正处于这样的一个状况，摩西将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旷野兜兜转转了40年之久，他们已经兜了40年之久。当时出来的时候，那些成年人都已经去世了，连摩西都不例外。
他们的 leader， 他们的领袖摩西也都去世了，他们现在处于一个新的阶段，他们的领袖已经变成了约书亚，要带领他们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现在拦在他们面前的是约旦河，他们只要跨过这个约旦河，就是他们心心念念已经40年之久却没有能够去进入的迦南之地。那么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困难，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挑战呢？他们会不会前面也有很多未知的路，前面也有很多的困难，他们因为这些困难和未知的东西而放弃呢？这就是我们要看到的，他们正在要过掉这个约旦河。他们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如果我们不太了解他们是他们以的时候的情况的话，可能我们会去觉得，不就是过一条河吗？过一条河有什么困难？需要那么特别特别的注意吗？还要花一整个篇章来讲他们是怎么过河的？其实事情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经文它讲得很清楚，以色列要进入迦南的路是他们当走的路却没有走过的路，他们当中有很多很多事情都不确定的，因为没有人走过这条路，他们向来都没有走过这条路，有很多很多不确定的事情。第一个问题就是粮食的问题，可能我们从来都没有去想过，在过去的40年当中，以色列人一直他们在旷野中漂流，他们没有办法开垦土地，也没有办法种庄稼。为了让他们自己能够继续的生存下去，神从天上降下玛拿，让他们可以捡过来吃，神供应他们日用的需要，这可以就让真正意义上的天上掉馅饼了。神供应他们的需要，不过神有告诉他们什么？当他们进入迦南应许之地以后，就不再会有玛拿降下，他们要靠当地的土产来生活。而这时候他们已经距离神告诉他们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40年，他们不确定真正的进入迦南以后神是否还会真的供应食物。算上妇孺的话，以色列的人的人数超过了100万，他们渡过约旦河之后要吃什么，就是一个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不得不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约书亚要在过河之前扎营停留3天，他吩咐百姓们去预备食物。这从之后的我们第5章我们也能看到，当以色列人过完河以后，玛拿真的就不再降下了。但是在以色列人过河之前，他们真的是不清楚，不知道神到底会怎么做，时间太久了，这是第一个他们的不确定性，他们看不清楚的。其实除了粮食的供应，第二个不确定因素就是迦南的那些当地的居民。神赐给以色列的这个应许之地，它不是一块空地，那里居住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等等不同各种各样的民族。他们其实要考虑一个问题，自己作为一个外来的民族，100多万人贸贸然的去到一个别人的领土的时候，那些住在迦南的当地人是不是真的会欢迎他们的到来呢？在一个武力解决一切的时间，迦南人会不会追杀他们，会要把他们赶走呢？其实这一点以色列人他们也根本是没有一点底的，心里根本就不知道。为此他们也专门的去派探子去窥探这个耶利哥城，要确定那边的情况它究竟是怎么样，因为不知道嘛，对吧？这是他们再一个不确定的因素。除此之外，以色列人还要面临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确定神在未来会怎样带领他们。要知道在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借着云柱和火柱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与他们同在了40多年，使得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直到迦南之地。他们早已经习惯了神用这样的方式来带领，而且他们也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神带领的方式会有什么样的改变。但就如玛拿会消失一样，
神说如果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之地后，就不再会用云柱和火柱来带领他们。未来他们要怎样去辨别神的带领呢？他们怎么知道前进的方向是在哪里呢？他们怎么知道神是否与他们同在呢？这些其实都是不确定的事情，都是他们进入迦南以后会改变的事情，他们不清楚。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粮食的问题，他们本地当地居民的这些态度，神要怎么样去带领以色列人，他们面临着去过完约旦河以后的各样的不确定性，他们就好像在迷雾中一般一样，他们看不清楚前面到底是什么，他们看不清楚前面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不只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不确定性，他们还有很多实实际际的直接的那些困难就在他们面前，阻挡这些人，阻挡以色列人继续前进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哈，我们过桥怎么过？我们要过河怎么过？大部分都是通过过桥，对不对？我们悉尼的海港大桥啊，什么 Anzac Bridge 啊，其实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开着车就过了。而不只是过河，现在连过海都可以修建大桥。你说中国这个港珠澳大桥，你全长有55公里，开着车跨越海峡都能够，现在都已经成为了现实。但是当时的约旦河，那个上面根本就没有桥，以色列人也没有现在的科技，还有车那种工具，根本就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轻易的去过桥。而且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他们在旷野的那个沙漠里面待了40年，他们远道而来，他们身上连一条船都没有，而且100多万人要用船来过河，其实根本就是一个不现实的事情，他们也没有办法在那里砍树造桥，我们再去过这个河，这些都不现实，他们只能是靠着自己的脚来徒步来过河。通常啊，我们通常其实在一年的这个大部分的时间里面，他要横渡约旦河，他也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它只有30多米宽，在一年大部分的时候，它只有30多米宽，很多地方其实都很浅的，当地的人也是用徒步的方式来过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好像这全都是干旱的地，都是一个干地，然后这边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水，但其实这是同样的一个地方，这是同一座桥。他们都是在这个耶利哥附近的这样的一个艾伦比桥，这是我从网上找到的。这个彩色的时候，真的就是在水不多的时候，在一年大多数的时候，他们的这个状况能够徒步的去过桥。但是黑白的这个图，它其实就是那个约旦河汛期的时候，有河水上涨的时候，它的水面已经接近了那个桥面，已经是差不多是到了这个桥。我们发现这两个是差得非常非常远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在第3章15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经文还特别强调了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面临过河的时候正是处于一个收割的时候，也就是在汛期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在这个时间，这个河的宽度会超过300多米，而且深度远超过一个人的高度，河水湍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徒步过桥基本上就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事情。这是他们要面临的首先的一个困难，怎么要能去过这个桥，过这个河。不只是过河上的困难啊，以色列人其实还面临着这种不可战胜的这些敌人。刚才我们讲了，那些人是有很多很多迦南的居民在那里，他不知道那边人态度是怎么样的，他们在那里预备，同时也派探子过去去查看。但是到了9到11节的时候，约书亚他鼓励以色列人向前，他列举出来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迦南人、赫人、西魏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等等等等，他们吩咐以色列人进去以后要把这些迦南人全部都赶出去。如果我们还记得生命记和民数记的时候，这些原住民都是跟以色列人为敌的族群，他们战斗力强悍，城墙坚固，其实远不是以色列人的军事实力可以去战胜得了的。
这些神，神他会提供帮助，真的是 没错的，神会带领以色列人，会帮助以色列人，但是我们真正要去面对敌人的其实还是以色列人自己，这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是他们也会害怕的事情。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以色列人他其实要进入应许之地需要面临各种各样的不确定的因素，还要面临这些难以逾越的困难。其实他们就像在这个迷雾当中一样，他们看不清，他们有很多的障碍物，他们在这个当中寸步难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应该何去何从呢？是否要暂停进入迦南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呢？我们去做好更充足的准备，我们再进去，我们造桥再过去，或者是等到这个雨季过去了，这个汛期过去了，当河水变得更浅的时候，没有那么急的时候再过呢？或者说我们派人去跟迦南人商谈好，让事态比较明了，做出更好的应对，做出更好的计划，然后再起行呢？还是说就算前面有很多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前面有很多的困难，但还是靠着神的应许，靠着神的帮助继续前进呢？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去做的话，我们做事，我们真的是可能就是要做更多的计划，我们就是等最更好的时机，我们就是要做更充足的准备，我们再过去。但神是这样讲的吗？神通过约书亚告诉他们，你们三天以后就要过河，而且过了三天以后，一到清早的时候，长官们他们就吩咐那些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抬着约柜走在前面，他们准备过河。他们以色列人去做出这样的选择，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根本就不是因为他们三天内做好了所有详细的计划，不是他们准备好了一切，就算他们想，就算要解决粮食的问题，就算他们进去以后，未来进去以后去马上种粮食，到收成以后还是要很久。你三天以内你能够准备的粮食你能够吃多久呢？能够等到这些粮食成熟吗？还有敌人是强大的不可战胜的，眼前的河流也没有变得更浅，它还是那么困难，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做出妥善的应对的措施。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去迎难而上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他们相信神的带领，就算有太多的不可确定的因素，就算有困难，但是知道他们自己，他们当自己所依靠的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就能胜过这些客观的环境，他们就能够去走出这些迷雾，而神的应许也一定能够实现。而这样的决定让他们领受到神带领给他们的各样赐福，神给他们各样赐福。其实约书亚他吩咐，接下来约书亚吩咐让祭司和利未人抬着约柜走在前面，而百姓则按照神的吩咐，他去跟着这样的一个紧紧的跟随约柜，而神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他们去胜过那些环境，而就能让够那个湍急的水河水断绝，让河流变成干地，让百姓能够渡过那个约旦河，去完成人手所不能完成的事情。这是神应许的事情，我们想一想都是不可思议的。只要祭司抬着约柜把脚放到水中，水就会停住。这批人他是没有过过红海的人，他们的上一辈是过过红海，这一辈人他们没有体验过神怎么样带领他们，有这样的神迹去带领他们。但同时我们也会去想一个事情，约柜是个什么东西？它是有特别的能力吗？跟随着约柜就有神迹发生，就能够成就这些不可能的事情，真的是有那么神奇吗？其实约柜它就是用来存放着律法的那存摆着那个两块石板的那个刻着律法的那个约柜，
是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的这样的一个凭证，它跟云柱和火柱一样，它象征着神的同在与带领，其实本身没有特殊的能力。我们在撒母耳记的当中，我们看到当时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在征战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很敬畏神，但他们把这个约柜当成了制胜打仗制胜的法宝，结果因为没有很依靠神嘛，结果还是导致了败仗，约柜都被非利士人掳走了。约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那么以色列人真的能够去平安度过吗？神的确说了，你只要跟着约柜先走，你就能过河，但是他们真的能够过得去吗？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得到，以色列人一定会这个做法是有所疑惑的，半信半疑，心怀害怕，因为这根本就是不符合常理的事情嘛。你要去做这件事情，你会害怕吗？对，我知道有神会带领我，但是这件事情神真的能够成就吗？他们可能怀疑会怀疑，他们还是凭着对神的信心，按照神的吩咐抬着约柜下到河里去了。这里有些区别啊，对一个事情不一定有信心，对一件事情你不一定相信这件事情，但是他们的信心是对神的信心，这是有区别的。对这件事怎么发生他们不一定很相信，会有疑惑，但是他们相信神会这样带领，他们相信神说的话，这个是有区别的。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按照神的吩咐把脚踏入河水的时候，神真的就与他们同在，他们只是把这个脚踏入河水，而河水果然就跟神所应许的一样，真的就断绝了。他们可以，这些百姓们可以从这个旱地走过去，直到所有的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以色列人他用行动他体现了对神的一个信心，而这也是神迹能够得以成就的关键。他们的信心，他们紧紧的跟随，是神迹能够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关键。其实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会不会有时候他很怀疑神，不会觉得神的同在，甚至我们可能也会疑问说，哎，神啊，你为什么让我们去经历这些经济的缺乏、工作的困难，还有身体的病痛呢？为什么会经历这些事情呢？你为什么让我们的教会去经历换主任牧师等各种各样的各种动荡呢？如果我是属于你的子民，你爱我的话，你为什么不让我有一个好一点点的环境呢？而且可能会，哎，神啊，你在哪里？你真的对我不管不顾吗？为什么我感觉不到你，我看不到你呢？其实当我们生活中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当我们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当我们看不清楚前面方向，要继续走很难很辛苦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有这些疑惑，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神从来都不曾离开过我们，就像这个太阳的存在一样，它可能它即便它是被云层这样覆盖，即便是有浓浓的迷雾遮住，就算我们感觉不到太阳的存在，温度很低，但是太阳从来都不曾离开过，一直都在那里。其实神的存在更是这样子的，无论你是否看得见它，无论你是否感觉得到它，神它是以马内利的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他一直都没有离开，一直都与我们同在。之前神他带领这些以色列人，他经历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各种各样的困难，才让他们进入迦南去领受祝福。这根本就不是神没有能力，不是神不能让他们直接进入迦南，神赐给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而是神有一个特殊的目的，是为了要塑造他们，是让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环境，通过困难和不确定性，让他们去更加的认识神。他神的子民经历他才能去认识他。其实同样的对我们来说也是的，神也要让我们通过这样环境当中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各种各样的困难，通过疫情，通过经济危机，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神使用的工具，他要我们去经历去成长，让我们能够一起长大，能够去领受他各种各样的祝福。
神从来都是美善的神，他从来没有变过。其实在他的保守还有护理之下，他让万事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而这是他的应许。他爱我们，他要让我们来得益处，来得益处。其实今时今日，神他不在于云柱火柱，也不再用约柜这样的一些比较直观的方式来带领他的子民，神不像旧约那时候一样了，但是他依然透过外部的环境，他透过弟兄姊妹一起来寻求他，他通过圣灵的提醒，他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他来提醒我们，他还是与我们存在的，他还是要带领着我们继续走前面当走的道路。其实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去面对各种各样不确定还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想着我们一定要明确未来的方向怎么样，我们要去预计好，我们要去计划好所有的事情，我要去评估事情的可能性，我要去商讨怎么样去解决好的方案，我要做好去万全的准备，我才能去行动，我才能去跟随神。这些我不是说刚才那些东西都是错的，我不是说不要去做计划，不要去想，不要去评估，不要去为未来去计划，我不是说不要去做这些事情，而是说当我们去尝试去掌控一切的时候，我们还需要神做什么呢？当我们能够把这一切都做好预备好准备好的时候，我们还需要神做什么呢？神的位置又在哪里呢？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当中没有神的参与的话，那么我们又怎么去经历到神的同在还有带领呢？其实我相信在未来一年以内，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各自的一些看起来无法逾越无法胜过无法就是看上去是不可能成就的事情，也许是身体上的一些疾病，也许是与配偶的婚姻上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经济上的压力，而这些就像约旦河一样，或者说难以战胜的这些迦南的敌人一样，他们看上去很难去逾越很难去胜过的，我们好像是无能为力的。而且每当这些事情一来到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感到沮丧，我没有办法去做到，我没办法去胜过，我们会想哦，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神他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他期望我们在这些不确定在这些困难当中去紧紧的去抓住他的应许，去凭借着信心来跟随他，不要退缩。而他也就在不断的跟我们同行和同在的过程当中去让我们去经历他的各种各样的恩典。其实对于我们中央基金会来说，过渡小组他代表全教会，他用了2年的时间一起去寻求神，找到教会的未来的前进的方向，这是我们当走的路，也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就二月份新的主任牧师 John 他会来到我们当中，有很多事情都是不确定的，是有困难的，说实话真的就像我们不清楚未来会怎么样，我们也能够 眼看到是很多东西是很难的，我们新教会有新的这个管理架构和那些程序，你到底是要怎么样去运作呢？新的东西，教会会不会会请一个儿童事工的牧者或者年轻人的牧者呢？语言和文化的问题是各个堂合一的最大的一个困难，我们要去怎样去做，怎样去克服这些困难，才能帮助教会更好的合一呢？我们中央基金会整体教会的优先，还是说我们国语堂的事情优先呢？我们怎么样去平衡呢？这些都是很困难的事情，也是我们不知道未来应该怎么去做的事情，没有一个很清晰的答案。而且不只是教会的问题，国语堂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就好比说我们要去开那个大学的事工，和之前我们做那个大学事工相比现在大部分同工都已经成家了，都有孩子了，教会的事情国语堂的事情都已经忙不过来了，我们哪有资源可以出去呢？而且我们出去了也不一定会有效果，人家也不一定会来啊。那现在是不是应该把重点放在教会的内部的建设，等到未来时机成熟了，等到未来有更多的同工了，等到我们所有的教会的事情稳定一点了，我们再出去呢？我们对这些事情，我们都有各自的疑问，也
也都没有完美的解决的方式。但是我们从今天圣经里面学到的教训是，去吧，去把你的脚去放到那个河里面，去把你的脚去弄湿。当我们去迈出这样第一步，我们顺服神，去把脚踏入到那个河水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神为我们成就什么。其实很感谢神的是，当我们去展望未来的时候，当我们愿意为了这个未来而付出的时候，他特意的给我们保留了很多不确定的事情，他不想让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他不想要让我们计划好完完全全都能够安排好所有的事情，他让我们不必要知道所有的事情，而是让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可以去依靠他，可以去寻求他，也让我们可以靠着他的恩典去胜过各种各样的困难和不确定性。而神他也用他的信实来回应那些愿意将未来去交给他的人。当然就关于未来的事情，很多事情我不能确定，但是唯一有一件事情我能够确定，那就是神在掌管。我们知道未来在神的手中，中央基金会在神的手中，国语堂在神的手中，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在神的手中。有神为我们掌，有神他为我们来掌管生命的方向，那么我们的旅程将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这样一个冒险。而且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天国是我们未来的目的地的话，那就让我们一起去享受这段美好的旅程，也让我们去把自己交给神来走那个当行的路。愿神帮助和带领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我们都谢谢你，主啊，今天你让我们看到你是如何带领以色列人的，主啊，我们也相信你也会如此来带领我们。主啊，我们知道前面真的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很多的困难，就像在迷雾中一般一样。但是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尽管看不到你，但是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一直带领我们，赐下各样的恩典给我们。主啊，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更加的依靠你，也让我们能够去彼此同行，能够去建立我们中央基金会，建立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上回应诗歌。我们一同的站立，我们有用诗歌，我们去回应刘传道今天给我们的讲题。成长为基督做见证，再一次，黎明渐渐成长，为靠主赐下的力量，支援
生图个惊奇之未见你基督身体，来吧同心竭力，凡事用爱心为根基，照着个信徒的恩赐，每一天我们一起向前行，梦着你和我经历信心长生，为建筑你家是开更丰盛，天天灌溉才能承受见证，一起成长为基督做见证，梦着你和我经历信心长生，为建筑你家是他更丰盛，天天灌溉才能承受见证，一起成长为基督做见证，天天灌溉才能承受见证，一起成长为基督做见证。大家请坐。我们每个月的第一天，第一个周日都是我们圣餐的时间。然后圣餐呢，是主耶稣特别为他的门徒，也是为我们基督徒所设立的。如果你已经信主的话，你就能够领受圣餐。然后我们通常也会在圣餐的主日的时候，我们会收取词汇奉献。如果你要通过词汇奉献呢，我们经常会去帮助那些社会上有需要的人去有时候那些人没有吃饭啊，或者哪里有水灾啊，或者我们通常都会教会都是从词汇奉献里面去支持那些有需要的人。然后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其实用后面的那些有特别的词汇的奉献的那个奉献的小信封，我们可以把词汇奉献放在那个里面，然后或者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转账来奉献，然后特别标注是我们的词汇奉献。好，我们也请我们的同工预备好发圣餐。我们在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我们都感谢你，主啊，你宝血为我们流出，主啊，你生命为我们舍去，主啊，也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去领受你的各样恩典。主啊，我们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交托给你，也祈求你的洁净，通过圣餐来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也请同工来将圣餐发给弟兄姊妹。就我们的下一周。主耶稣在领上十字架之前，他吩咐门徒们，他们要领受主的饼和杯，为了要纪念他。他说，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主的礼，不按礼吃主的饼和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体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和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当我们领受这个饼喝这个杯之前，我想请大家花一点点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省察我们的生命状况，也求主的生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主的生命可以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饼代表了主耶稣为我们破碎的身体。让我们一起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主的饼。主耶稣在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这个杯代表了主耶稣为我们所流的宝血，也代表着主耶稣为我们所立的心愿，也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主的杯。父，主，我们都谢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身体，他为我们破碎，他让他为我们的罪流出他的宝血，他让我们能够借着他得着新的生命，永恒的生命，美好的生命。主啊，也让我们真的是不浪费你在我们所身上所设定的美好的心意，也让我们不只是得到这样的恩典以后我们就自己留起来，而真的是愿意去把这样的祝福和恩典去分享给别人。主，我们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一切的美好的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我们想看一下今天我们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们。哦，好，谢谢。是蔡 Jim 蔡和 Tina。你好，你好，欢迎你们，欢迎您。你们是唐荣弟兄和林迪的朋友是吗？感谢主，感谢主。你们是经常在这里的吗？还是第一次来？OK， 你们常留在澳洲是吗？对，OK，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我们到时候我们会有一点早茶的时间，我们请你留下来，我们可以聊聊天好吗？我们欢迎你。OK， 好，我们还有接下来几个报告的时间。我们接下来的在应该是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定具体的日子，但是大概率应该是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有敬礼的时间。所以就是说我们会今年想要去接受敬礼的可以来联系我。
但是就像去年一样，我们是之前就是说你可以先来上这个敬礼班的课，然后你再完了以后你再决定你要不要敬礼也可以，我们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敬礼班的一个课程，然后会更加的去认识主，也更能去明白我们跟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就怎么样去行。所以有谁要想要上这个敬礼班的，然后请跟我联系好不好。然后我们大年初一，我们1月22号是大年初一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呢，我们去到了长青组的去探望这些老年人们，我们发现其实他们很想回来教会的，但我们就邀请他们，我说好啊，这干脆我们今年我们就回来，我们就一起包饺子。那个是我们今年的是1月21号是大年初一，我们可以回家。大年三十，1月21号是大年三十，我们可以回去跟大家家里人过年，我们可以跟亲朋好友晚上过完年。我们22号是大年初一，也是我们的主日崇拜。那我们呢，先上午回来主日崇拜，然后我们该去团聚团聚，该干嘛干嘛。然后我们大年三十的时候，我们在副堂包饺子。我们大年初一包饺子。OK， 我们大年初一包饺子，我们一起庆祝新年。然后我们呢，就把我们长青组的那些弟兄姊妹，很久都没见的弟兄姊妹，我们就把他们邀请回来，我们开车就把他们接回来，好不好？所以我们到时候我们会有茶会，我们会包饺子，我们会有游戏，我们会一起吃很多的东西，我们会有桌游，各种各样的方式。所以你也可以邀请你的朋友来，他没有信主也好，没有信主也好，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邀请过来，好不好？但是我们到时候报名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在群里面报名。那下一周我们会有更详细的信息，好不好？这是下一周的然后我们还有就是说，我们会发现那些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装饰。现在圣诞节已经过了，我们会把这个装饰拆掉。如果下个星期有时间的时我们主日崇拜吃完午饭的时候1:30，我们有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好不好？我们把它放上去，我们一起建立我们的家，我们也把它重新把我们的教会去整理好，好不好？可以跟 Kitty 报名，如果你来不及报名也没有关系，1:30我们到时候我们在会客室见面，好不好？然后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我们现在还是暂停，我们一直到2月份的时候我们恢复我们的祷告会。主日趴车的申请Kitty 应该是给大部分人的表格了，Kitty 应该给大部分的表格了。如果谁没有表格的后，你去跟他申请。我们谁可以申请呢？有3岁以下的小孩，还有75岁以上的老人，或者是有身体很行动不便的，你可以申请这样的停职证，好不好？跟 Kitty 来申请。然后下个星期应该就可以去办公室去领取我们的申请的这样的一个停车证了。好，接下来是我们的那个。我们这一周我们还是没有清洁，所以说如果大家吃完东西我们尽量不要放在这里，特别是吃完饭我们把那些垃圾带回去丢到其他地方，好不好？好，我们非常感谢主，真的是我们能够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赐福于你吧。我们一起来唱赐福于你。我们依然站立，我们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我们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浇灌和感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年首一直到年尾。阿们。好，我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默祷以后散会。谢谢。